擦屉，昨天我们主板是没拆的，但是我私底下拆了。拆完之后，这个直吸碗什么不是都没有吗？刚刚拿去做直吸碗了，然后马上回来了，先把擦屉抓紧来看一下。擦屉这个不能坏啊，擦屉这个是花了我大价格的，大心思的，这个要是弄坏了，那要哭了。走，走，你们能看得出来擦屉上面的这一个小板上面的芯片有哪些功能吗？震动 IC、充电、线流电感，全部都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我这个小板是干什么的？直播间的高手就可以拆起来了。叉 T 什么芯片？叉 T， 哇，第一个乖乖服了，叉 T 肯定是我们这个中国的海思芯片吗？哦，这个直吸碗为什么不拿这个小的去做？小的做不了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上面的零件太多了，如果在这种状态下面去直吸的话，根本行不通。拿去做直吸碗的是主板拿去做的，因为主板的那一面是平的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坏呀、啊？这要是拆坏了，不可惜了吗？其实这反面还有芯片啊，然后就是现在整个叉 T 的主板，我手上就剩下这一块了。这排列好漂亮，这排列整齐的不行了。这个就很整齐啊，那像这种呢就很乱，密密麻麻的各种不规则的。苹果呢，它会把不规则的罩在铁罩里面，看的还是整齐的，但是实际拆出来这一块是最乱的。Later， 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个就是这个拿去做直吸碗了，然后直吸碗也来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直吸啊。OK， 先把它这个装上去，这个就是插屉，啊，贵的东西就在这里嘛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直吸碗有没有做对啊。OK 了，可以啊，可以，那我们开始直吸。很规矩啊，这个叉 T 的主板做的没话说了。你看叉 T 的这个散热根本嘛，你看它这上面也是两片啊，但是它两片，但是它的面积要比苹果的散热铝片要大了，看到没？这么大也是这一片啊，然后这一片也是两片，一二两片。然后我现在抓紧时间把这个拖干净啊，拖干净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直吸贴合测试。这不能翻车啊，这太贵了。这哪里能翻车呢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，这个每一个都是 OK 的，可以直吸了啊。这个碗就打得好啊，可以啊。为什么只能在这上面直呢？它这上面是凸出来的，凸起的，是不能直吸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只能在这个上面直。因为我一看这个小板，因为是所有的电基本上都要从这边走的，你如果没有这个小板，到时候不好试，测试也不好测试。而且 Mate 叉 T 销量非常非常的猛，很多人换了机器之后呢，就会把旧的手机家里能用，给家里能用呢，他会把资料清空，资料导过去之后就会把资料清空，然后呢，只要手机一摔一坏，那就是保资料就来了。所以呢，我这个是未雨绸缪，先把这个叉 T 的直吸碗先做。OK， 拖完看看行不行啊？拖完的话，有一小部分没下来，但是其他的大部分都下来了。先把这个大部分的锡先吹掉，吹掉之后直吸碗再放在上面，再走一遍就可以了啊。放大给你们看一下维修家的锡浆，低温锡浆烧不烧啊？来看仔细了啊，这是我们维修家的低温锡浆，在没有直吸碗下面的表现啊，你们看一下烧不烧气就好了啊。OK， 然后剩下的这些点在哪里呢？还在这个直吸碗上面，我们再把这个直吸碗放上去再吹一下就 OK 了，肯定漂亮了。维修家的锡浆能不漂亮？什么锡浆漂亮？好了，这个也只有我了，自己花钱买机器，然后呢拆掉做直吸碗，做配件，做工具，是不是就为了这些死修手机的老六，在修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有配套的东西去完成修复啊。OK， 这个贴合，然后马上开始测试降温测试。哦吼了，不可能嘛，怎么能把它搞坏呢？不是故意的啊，不是故意的，扣子没扣啊，扣子没扣，开了不显示啊，没贴好吗？开机了，温度也上来了。不显示，真不显示哦！你看，来大家听一下声音，来插充电器，你看，插充电器，干劈叉了，不显示了都，这怎么弄？好了，那么就是这个小板，接下来也会，我们就基本上也知道功能有哪些了啊。这个小板接下来是干什么的？目前应该是这个没装好，不显示。我们现在把小板分下来看一下啊。苹果的抖乐高跑到这上面了啊。
OK， 问题找到了，苹果的抖乐高跑到这个框上面来了，把它顶住了，导致它不显示。这一点毛病没有，贴上就好了。来，有多少老牛好开心好兴奋的请举手。这贴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脏东西卡在里面，正常的啊，正常的。在这里有一坨那个导乐高顶住。你是来看翻车的，那我就要开始耍猴了。这不能让你得逞哦，这翻车不是给一般人看的。开始第二次直击。开机是正常的啊，开机正常的。然后因为显示小板有一条是从这边走的，所以它有两条排线，一条是从这里走的。搞仔细，哎，已经很仔细了。哇，地管，你这老六，你这话说的，这还不够仔细，那你需要怎么仔细？已经非常仔细了，很 OK 了。我还给主板洗了一下澡，你看到没有？有问题啊，这屏被搞坏了吗？怎么还不显示呢？哎，声音正常啊，声音正常，没有问题啊。但是现在不奇怪了，怎么搞不显示了呢？这有点。不合情不合理啊，还好是自己的手机，直接搞我活了，这怎么弄？哎呀，排线，慢点啊，慢点，不急，不能搞坏了。小板贴的也没毛病啊，不显示啊，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搞得不显示了都，起飞了，不对，我先看一下是不是拆的时候拆出问题了，这边没有问题，这边也没有问题。这边都没有问题，这边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东西都健全不显示，服了。好，再试一次。OK， 好，再试一下能不能显示啊？再翻车了就。下播了啊，跑路了，这可惜了，这真的是的，做个直吸网真的是为了大家以后接到机器有直吸网可用，我把机器给拆坏了，哎，服了，也是服了。被我撕坏的这个排线已经客服定了，比苹果的要人性化。如果苹果的我们弄坏了每一个部件啊，每一个配件，就是如果我们想买。想都不用想，没有，他不可能卖的啊。华为的可以，我撕坏了这个排线，我今天已经下单了，过两天就有新的这个卡槽排线马上装了。哎，要重新直吸，应该贴短路了。第一次其实贴上去就 OK 了，就因为这个中间有脏东西顶了一下，所以呢浪费了点时间啊，不然很 OK， 一点毛病没有。贴短路了啊，确实贴短路了。重新来，我慢慢的来一遍，服了，贴个这个小板给我贴了30遍，牙齿笑掉了，真的是牙齿笑掉了。OK， 重来，把它洗干净，洗一下，把它洗彻底洗干净啊。那我们把它洗干净啊，洗干净，我重新再指一下吸。哎，这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手机搞紧张了？你说这要是老六的发过来修的，不可能搞得这么紧张啊，就是因为自己的太贵了，给我搞紧张了。OK， 然后我们把它吹成球，就任务就完成了啊。然后现在我不能碰到它，再碰到它的话又翻车了。这可是自己的手机啊，服了，我也是服了。不拖网啊，不拖网，拖网我怕它等一下又出现其他情况。OK， 结束，好了，贴上去显示正常就可以了啊。实在不行我再买一台。玩的。今天翻车了？不可能的！你以后来到我直播间不能问今天翻车了吗？真的服了你们这些老六了。好了，把它贴上就可以了啊。油有点多啊，但是还是要让它
平整一点之后再打，不要动，慢一点。哇，第一拐你都教起我了，油搞多了我要把它掀下来，把油吹掉一点。直播间还是真有铁粉啊，他比我都紧张，我服了，服了，牛逼了都，真的是的，我也是服了自己。快，又碰到了啊，又碰到两个点了，两个点错位了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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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个分点用镊子分的爽不爽，都没有 大小点啊，直接原来多大我就能分出多大了，越是紧张越是小心它越容易出问题。OK 搞定，像这个试好之后，哎，反正就是能修到这个机器的师傅以后就知道了，如果没有这个直系网你怎么搞，你一个一个点去补啊，势能补好时间浪费的会更多嘛。所以呢，不修手机的人，哎，不懂啊，不懂我做这个事的目的是什么，只有修手机的人才懂。什么？好，来看电流，走，都没给你们看过起跳电流啊，好像这么起不了啊。对，可以通过这里面来起啊，这样嘛，走，排线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电池，走，开机键，走。哦，开机键应该按错了，这真的是的，就是紧张了，真紧张了，老是贴来贴去，贴来贴去没贴好，服了，我也是服了。我昨天不是把这个排线撕坏了吗？然后自己用的手机，你看这个排线撕坏了，我接好了之后用的话总感觉很难受。如果是苹果的，我们把排线拆坏了，你去苹果客服买这个排线，他会屌你了。但是我今天去华为买到了。订到货了，手机都不用拿去啊，真的是这个现在很智能啊，很智能，只要我把这个训练号报给他，他就给我下单这个尾插，哎，牛逼，所以呢特别方便啊。两万卖给你，你就不要耍我了行不行，你要的话四万现在拿走。这手机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围观过这个手机，这很骚啊，很骚，真的很骚，漂亮的不行。然后镜头这些一装啊，模式一打，拿散热片，你看，补了这个散热片之后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性能控温又上了一层啊。只要温度能控的低，相同功率下打游戏，温度控制的低，然后呢，还能延长这个待电池的这个待机时间。我们知道温度越高电流越大嘛，温度越低电流越小，所以呢，不是说非要去把电流做小，不是把温度控下来，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啊省电方式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，应该能听得懂啊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升级，怎么升？你告诉我怎么升？16G 的，运行内存16G 的，然后呢，硬盘是1T 的，都已经顶配了，怎么升？就升不上去了，升不上去了啊，顶配了。The next day.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手里的这根是我撕坏了排线，这根排线是换了新的啊。我坏的是微C，换了新的是微B，客户换了。你们打死都想不到他收了我多少钱，他把我搞不好意思了，只收了我89块钱。然后呢，装也是他们装的，也是客服的小哥装的。他问后壳为什么不拿去，后壳拿去的话，他原厂胶也给我打一遍，再把我后壳装好，这搞得我现在特别尴尬。撕断一个排线，下次我拆解完之后的机器随便撕坏一个排线，就让客服去换条排线，挑最便宜的排线弄坏，让客服帮忙装好，我感觉比自己装的要划算一点。好，那么这个机器现在排线也换好了，然后所有的功能也全部测试完毕了，那这个就要装起来自己用了。那么这个 Mate X7 的拆解我们就到这里，再见。